好，现在开始录。这样有录吗？有。Recording。这个街很小。这里很贴心哎，它厕所有热水。对啊，而且还是那个的。哪个的？这里设备比较好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可以来这里休息喝水。有水喝吗？有吧，一定有。既然它有房间。其实这样子很长，我们可以一直滑着，就不用太多的商品，或者是说去商品再拍个照。今天天气好，对啊，蓝天哦。就是之后我要休息前再。在那边啊，
不平啊！挡住了，滑错线了，滑错线了，要不要坐缆车上去？哪里有缆车？对着缆车。哦，我觉得我们要坐缆车
找的八方可以滑。错哎，只是下面的路封了。没关系，这是那条很舒服。我们现在先多滑几次，不要滑上面哦。啊，上面看起来很平哎，再不滑后面没有机会滑。那不想爬上去啊？哦，我们先滑半小时就好了，滑个两。先滑两次啊，再滑两次。两次，走了。就滑到这个缆车口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想要到那边加速一点。那我要干嘛？
怎样？怎样？看着你而已啊。哦，好快哦。啊、哦？
起来了，进去坐那一条了。那我们等一下滑下去坐就是右边那一条吧。哪边？就是来，你下去之后啊，这个圆圆的左边的那边有一个类，然后它现在你真看不到，然后它会接到这边上面来，它在那边有没有看到？哦，那看是要在上面等还是怎么样？上面等啊，就可以直接走到上面那个。好，那滑下去就对了。对，好。Go！ 我要绑快一点。你们是想说要去山顶吗？对啊，这个缆车比较慢一点点哦，但是比较高，不用走路。对对对，我刚正想说，我们这趟要去山顶的话，可以坐这个。有啊，他刚梅华跟我讲。对啊。好吗？好。你还好吗？你好翻过去一样。没有翻过去，就是转歪一边这样。
我刚滑可以吗？还不错啊，跟我第一天差不多。对，好，才跟你第一天哦。我每次都落后你三天吧，对不对？你每次都说我的，因为你这里很轻松啊，很轻松。你可以试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在侧着压的时候，你已经压一定会压对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再故意踩重一点，看会发生什么事？会发生什么？刹车啊！你会发现压得更好。会刹车啊！不只会刹车，你还可以重心会站得更稳，这是第一件事。我刚刚已经很稳啦、啊。没有，会可以更稳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脚掌可以抬，就是在你踩得很重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刹得很好的时候，你脚掌一抬会回山。什么啊？脚掌一抬就会踩上一点，会回山。嗯，嘿，然后就会渐渐会刮出一道痕迹。要一脚重踩，并且脚掌稍微抬，才就会刮出痕迹。为什么要刮出痕迹？刮出痕迹就是控制力变强了，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滑得更快，变成 carving。哦耶。嗯。还有就是这中间其实你经过了 N 个其他人刮的痕迹，你根本就没感觉。其实那中间有很多其他人的刮痕、欸、有的卡得很深的已经五公分多了。你听到滚动声？我想他滚下来了、喔。不是，他是跳，他侧面下。我以为他滚下来。咔哒咔哒咔哒咔。所以要去山顶了、喔。不然到雪质不好了。其实我猜，因为现在太阳都没出来，雪质一直都会好。真的吗？对，至少还可以一小时。不要去啊！要啊，就去啊！我本来晚一点就不能去了，晚一点就要垂死挣扎了，算了。没有，你就要看多少人去滑那里啊。就是越多人去铲一铲，最后才会乱掉。一开始压雪车都压得好好的。嗯，压得很好。八方还是有在努力做事情。不是红线压过是基本。你说这是雪场的露露吗？对。然后红线也不给人家压是怎样？红线一定会压，然后只有一种状况，红线压过了还是很乱。上次 Cortina 就是这样。我们上次下的那个红线不是超级乱吗？红哪一个红？就是你挣扎很久的那个红。摔倒，那太松啦。那有压吗？那没有压啦。那个有压。那很松、欸，因为那是红线，所以它有压。那很松哎、欸。因为那天雪很大，嗯，所以它又下了很多，然后加上我们是下午才去，所以有人弄过，加上下很多，就变成那个样子。不然我们现在去 Cortina 那个敢不敢下？嗯，那个跟我们这几天的经验都不一样。那也蛮值的、欸，我怎么印象中觉得那很陡？没有，那只有挖工程度而已。你是说那个雪况是不是？我是说那个大松雪啊，那个斜度只有挖工而已。还是我们今天中午就去吃山顶，还可以脱鞋子。不贵不贵哦、喔啊。这里的食物蛮贵的。就吃啊，你三下。我没有带很多钱、欸，我们好像只剩10000块。一万够吃的，一万三个人吃到3000的，去吃寿喜锅。寿喜锅很多牛肉。嗯。那山顶我看好像是类似猪排饭什么的。寿喜锅啊。就是日式料理的店。右边没压，看得出来。嗯，左边有压。不过右边被围起来了吧？围起来了吗？没有了。还是说没人？没人。那就是说这个右边里黑封闭啊。这就是里黑啊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。也没有很陡啊。我没有看。跟左边。陡度是一样的吧？
搞不清楚，其实就凹凸不平，凹凸不平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它封闭。不平啊，大，看下面怎么念，什么东西，乌沙吉啊，大啦，为什么不是呸呢？就是呸，乱念一通，对，乌沙吉呸，大啦，乌沙吉大啦。你说用走的吗？上去用走的，太陡了，太陡了，上。你要上去还是要？上去啊！上去啊！好啊，走走走的，对啊，我都要用扛的，太重了。我的还 lightweight 哎，但是很重哎。上不太去耶，好累哦。几点啊？那九点吧。我今天早上工，8点多就坐上缆车。对啊，赶死了。
哎、欸，这里有馒头练习区。这里还蛮爽的啊。这比较好一点，就为了克服下午，我们应该要在这里练一下。对啊，这是对大家友善的练。你看，都是你们这 skier， 你看馒头挖，有没有？挖馒头，他们就这样一路挖过去嘛，很烦哎、欸。对啊，就是这样一路挖过去啊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让你们练习馒头的、啊，真的、哦，一路挖过去，一路挖过去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练这个啦。对啊。那你看，你看一下他的 pose， 但是他有间距。对，我们看那个教学的间距，这是练习啊！你看，一堆馒头，哇，会不会一路要过去吧？对啊，馒头大队，越抽越深啊！你看，你要把它们拍起来啦，证据，抽在馒头上，然后降到下个凹洞，抽在馒头上，降到下个凹洞。挖馒头大队，可恶的一群人，不要再往左边挖了，他们等一下就加入了，我跟你讲，要不然又往左边挖了啦，很烦哎、欸。他们把雪道挖光了，讨厌哎！没有，他现在只挖一道啊。对啊，我们来练一下吧，为了我们的安全。你们是要练的啦。对啊。怎么练啊？而且那个洞，而且这个是规则的馒头，对，可以停下来，然后再做下一个。这种快的人就不要理他，我们要是练慢的馒头。
浪是黑线，他们是会靠一下。你要开始踩浪，左边就有爬上去啊。啊，你是说我们去滑最右边是不是就没有馒头？但是上次不是有放饭团去放它吗？不过算了啦，你不要去吧，你不要去放。粉色的吗？我在想，粉红色的天空啊，还好吧。怎样？稳住！要下去了吗？有啊，人超多哎、欸，为什么人那么多？好，等他们都下，我们再走，一群人。他们全部都小小转的哎、欸。
宽的，后面就宽的了啊。怎么练这个？好，你快走，我要踹下去了。其实好像是可以，但是算了。那你去练几个啊？
去哪里？什么下去哪里？不知道要去哪里。什么意思？等一下要滑哪里啊？哎，我再滑一次这个。那就有上去了。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嘞。对啊。你说他已经下来了？他早就下来了。不是，我站在那等你，我不知道你在看什么。对啊，我以为他还没下来。没有。搞错了。那今天是红裤子还是紫裤子？应该是紫裤子。嗯，那我完全搞错了。我看有没有他有没有发出声音。这样子还可以啊。它可以，一开始窄了，后面就宽宽了，不用怕。对啊，有点吓人就是。没有人啊，一开始而已。没有声音啊。那你跟他说，我们刚刚的缆车再坐一次哦，你先跟他留个。好好，那你。来，一起。我们再上去一次哦，我们再坐一次刚刚的缆车上去，再滑一次哦。好了，嗯，位置对，位置对，他可能已经要上去了。对啊，因为他早就下来了。啊，我也是。五个来滑一下看看有没有五个哦，你知道比较不斜的地方吗？嗯，有没有有没有？嗯，看起来都试一下这样，没有啦，后面比较不斜啦。两条弯头，两条弯头出来了。没有，好讨厌哦。出来了，他就这样一路弄过去吗？你看，你看那个红衣服的，我是觉得。我们真的要试的话，要跟在前面那个，这个人是标准的做法。重点是扭腰，然后就慢慢的滑下去，扭腰慢慢的滑，速度很慢。扭腰慢慢的滑，对，这真的很慢。扭腰慢，就是应该把它录起来。扭腰慢慢的停住，扭腰停住。它其实像侧降哎。对。它其实像侧降，然后停在那个地方，扭腰停住，然后翘完头，扭腰停住，翘完头，点杖，扭腰停，点杖转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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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你以为看一看就会懂吗？是没错啦，但是现在先记得嘛，那不行的话，旁边再讨论。其实它是侧降。是啊，是啊。学这个啊，只要会一个要诀，就是。转扭转的勇气，不然的话就是从头到尾是这样，还是这个从头就要开始试，不要太高了，因为你看那个东西就是承载你的重量让你停下来，点上，插完头点上，插完头点上转，对啊，
从几点开始，然后我算了，还是省点力气吧。就是想说可以练练看，对，因为这随时都可以逃出去啊。觉得不行就从旁边出去。哦，你说从头，好吧？就是从侧面出去，而且从头一开始是比较缓的嘛。对，你要从上面看才行，从下面看都看不清。可是示范那个人动作好慢。你说什么？第一个人动作好慢。没有，一开始练习其实要这么慢。我知道，但是怎么可以这么慢？因为你侧降本来就是慢慢降啊。要练的只是点杖跟转那一下，只是要练那个侧降的部分可以不用。这个也是啊，点杖。其实这个是在没有馒头的地方做馒头的力量，就是大转逐渐变中转，再逐渐变小转，这用的技巧都一模一样。斜度也没有很大哎、欸，斜度其实有一点，还好。好了，走、哦，耶、yeah ，还是他在这里等我们？也不一定啊。我觉得我最近已经发生了三四次那种。你穿桃红裤子，他就一直在等，然后就说你今天给我穿的是紫色。所以等他下去要再上来吗？等他一下，要下去要再上来吗？对，是啊，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下去还有没有力气，要试才知道。因为我觉得走到边界这边好，就这边说滑梯好。好啊，就上来。好啊，再上来。好，我走了。啊？这没有人，赶快走，这窄的先走掉。
忘记了，要去试吗？不能挡在他们前面啊！哦，那等这两个滑完啊！算了，我们先滑到底吧。哦。平地练桥转，以后再来练这种东西吗？不要特别练。什么叫不要特别练？你去上课学一下，回来教我。不要特别练，然后下午就会练到了。下午就被逼着练。我需要一点小透风，想冒汗，想喝水。哦，那下一轮。没关系。跳转。不过你也已经知道利用跳的时候转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来，这个比较看起来很轻松的版本，要诀还是一样。你看他上半身几乎没在动哦，只有脚在动。嗯。对不对？这个是做的比较对。然后这个是硬扭的，一下就跑出去。他还在用刹车。一吃饭就可以逃出来，还不错。跳转，还有慢的版本，球跳，哎呦，这么后仰，所以重心跑掉。大家都想，真的前面没有人跳给你看的话，他就这样侧侧的在那里刹车。开始就是弯腰等着戳他，那个 pose 就是对的 pose。是不是就是门头大队？对啊，绿色是要跟着他们，要跟着门头大队才学得到门头。
是上面，它切过去就好了。对啊，那边不知道是哪里。现在好像可以拍照。我那时候太阳变更大了。就没有站起来的时候了。我现在直的时候往下，我就给他站起来。站起来没关系啊，站就算是站起来，上半身稍微前倾，重心就是对的。像这个，就是有一点甩，有点甩，怪怪的。这个吗？对，这个就是有点躲的很上面，脚直直的。搞不好我的姿势也是那样。都还怕怕的。好的。207。
玩的乱七八糟的。下来我喝水的，可以吗？好。好。我想喝水。应该要休息了。爷爷奶奶团，这是长得高的。长得矮的就是有优势。我真的觉得我鞋子很舒服，但就是松了点。松了点就是不大。当你进步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鞋子就要更合脚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不想踩到脚很痛，而且我有个麻烦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脚大就不行。我觉得下次可能要买，然后又要送鞋什么的。因为你重心开始抓对之后，你就会要去转脚啊。会去微调那个感觉。你
现在应该有这种感觉了吧？没有，就是脚可以走，我没有，是鞋子里面很松的感觉，很松。嗯，因为我好像左脚比较大，左脚 OK， 但右脚就觉得鞋子很松。嗯，要喝水。要进来，要进来。那首先要先进去那个洞，进去，好，搓了一下，没错。对，这边的间距好。有没有被划坏掉呢？有没有了馒头大队的示范？谁知道要怎么划呢？其实间距还蛮固定的，大概是两三步的距离。什么叫步？啊？什么叫步？找路的步，找路的步啊。天更难了。嗯，珍惜现在的天气。对，努力滑。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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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，跳，这太快了，太快了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后面都不行，要慢一点，要有个韵律才行。骑，骑，这个好看，这个，它的腰弯得很低。嗯，你要。上半身要越不动，注意它什么？跳起来的那一瞬间，脚可以收回来一点，然后准备去踩的时候，脚伸长一点。这个可以，出去了。这样膝盖。
脚脚麻了。现在几点啊？
讲一声说我们来喝水。我们休息二十分钟。你讲了没？还没讲。我一直跑。哦，有累有累。平台二之一这边。